卖这个拖鞋。搁哪儿穿？搁北极穿呢？嗯。往俄罗斯卖呀、啊？俄罗斯现在都穿不上啊。那个可高了吧。我奶真有经商的脑瓜啊，真是。那先预备着吧。预备着，未雨绸缪。爷爷领你看啥、啊、那姑娘回农村好不好？不好。你咋就口是心非的呢？哎，你手里面拿啥呀？那把树撅了呢？那咱家的树，你奶辛辛苦苦，爸小的时候他就从山上往回背种的，现在后来哎呀妈呀，还往我身上吐。完了后来说那个我长大之后说的，等我孙女孙子回来给我孙女孙子吃，一直长到现在，你说给撅给撅了还点头呢？你搁外边吃呗，搁那墙外吃呗，非得打包拿回来干啥呀？一步之遥啊，我小老妹儿啊。那破坏生态环境呢？哎妈，把籽儿留下来，把鹰都吐出来了。鹰、啊、因为那个搁家吃，我害怕大老虎妈子来。拉倒吧。这个是我给孔雀吃的。行。造吧，家里有这个条件。嗯，搁农村待两天，不上小了，行不行？不要。行。不要。行。我必须得上学，上学有多多好朋友啊！那你给农村待两天。嗯。要搁市里都蹲废了。搁农村硬是硬实，照着阳光，接地气，行不行？行不行？瞅你老爹，这儿呢。这虎出，随你奶。